咱台湾大道有超过黑石头的款啦，等下较看得到就知。行驶200公尺后，右转三民路二段。如果跟人右转，不是左转哦。我那听到左转。迄阵都还袂熟的呀，我是讲我看到路牌啊。请在前方红绿灯口转台湾大道一段。台湾大道一段。啊，咱拄好遐是二段呐、啊。对啊。啊，安尼伫高速公路伫三段比四段路啦。尾啊，不是头啊。哎呀，四段。我是看。愈行愈大条才对啦。我是看伊写台中交流道右转，啊，你讲无啦，左转才对啦，哦、不是伊讲，迄阵我也不咱也无。还没有熟的路牌啊，看到路牌啊，哎呐，看到高速公路右转了、啊、台中交流道右转 啊， 啊你说没啦，还左转啊，左转啊，大条我知道在台湾大道，不知道就一街，咱在那对冲过，不知道就一街啦，这个晚就停了，咱对那问题来像这就要骑车啦，骑好多摆咯，佫袂当坐公车。公车嘛，也一站啦。公车可能无当。上好是都我讲迄角仔啦，行路在到，迄路有咧租。无啦，啊，都下拄仔咱看迄栋迄。嘿啦，上好是遐啦。迄有电话迄啦。嗯。较贵一点点，袂要紧啦。你佫坐车吼，电通电都佫坐。比如坐公车会到的啦，对吧？对啊。啊，伊还三更半暝的，对不？三更半暝才等下，哪有坐公车坐啦？对不？惊到啥物？对啊。市场了嘛？第二市场啊，这当古堡的哦，你有看？台中嘛是有 U-Fighter 啊，敢毋是？有啊，啊，但伊遐等遐这些拢无看到啊。无看到 U-Fighter 呢？啊，伊话遐照你讲，遐应该有呢。啊，无像台北市遐多啊。就咱伫东区的啊，伫迄庙底啊，迄间庙底啊，迄个巷子内庙底啊，遐嘛是顶有来车。注意看呢，中华路，不是我中华，中华西路，中华路一段还过是中华西路，西街，中华西街，迄个名号要同款啊，敢真正无名号吗？搁拄着你看过，讲唔对。哎呀，名号要同款，中华路一段搁中华西路。西街，搁过中华西街哦。哈，嘿，河要共你啥物啊吼？你这唔，迄阵唔，唔通搁用中华的名落去，对无？无你讲二段，对无？啊，你中华路一段，无啦，无嘛写中华路二段，对无？差一条巷啊，尔。行驶400公尺后，右转五权路。啊，啊个，我爱有较多啊，恁是咱不是直直行到有啊吗？嘿啊，啊，对，恁管了管了啥？台湾到直行到有啊，直叫个叫行五权路。啊，真正爱个话咧？那是大雅，真正爱个话咯？那是大雅，啊，要叫咱对大雅去哦。啊，那台中的，直直行到有啊，这条单道到就够啊，对啊。大雅那是北屯。哦。哎，就三高，啊，咱要行一高啦，对啊，安尼对啦，即三高啦，咱要行一高。要叫你去行三高？嗯，咱不是爱行一高？对啊，咱伫台中市啦，行一高啊，你三高离伤远啊，离台中市也离伤远啊。啊，咱顶面就去踅台面迄
坐上到尾咱这个坐法。对啊，坐来行台湾大道啊，台湾大道会爬起的啊。啊，咱拄仔过过迄两个地路口，我过来，我唔着停的。酒店，我拢在大路口呢。旅店、酒店做做。旅店。丽港酒店，丽港酒店，五环路，叫五环路。啊，拄仔我对五环路来的啊。来到接到迄个三民，迄个民权路的啊，咱拄好是行这条来的啊，啊无到尾迄个签入去哦，什么三民路入去，什么民族民权路入去，再对调去，到行一条来的，到中途叫咱倒弯，弯到民权路入去啦。走到高里道了，继续行驶于台湾大道二段快车道。这个厝啊，楼顶嘛无偌贵啊，嘛会使啊，对哦。那是出租吼，就讲较老。上方吼。三楼我袂要紧，四楼顶悬无人，这上大啦。无人住，上这上旧啦。像这边这，像这有大气就搁还好，这有大气三楼。对啊，你租开店面的，你家厝应该是无。这拢透天的啦。应该无偌济钱，闹咧租人。你若想这厝袂去用拆落改，这哪有可能会常常我租人？啊是楼骹，楼骹唔只会小楼梯。爱透天啊！我爱规栋租啦，吼，伊拢爱一二楼拢租啦，伊无楼梯啊，伊这无拍楼梯啦。对无？这会，你看人咧拢，这拢无拆，这就是一定有哪种。有政府的啊，有政府的袂遐袂拆。有敢那废墟咧，看伊正在整理。对啊，有政府。整理这边，这边个废。你丢闪过啊？你？我哪丢闪过啊？就是挖起一台车要挖掉啊！那是你骑的，我山，我有看到头顶的山。行驶四公里后，保持右侧至台湾大道三段平面道，前往苗栗。台湾大道平面道，你那问我，不是讲要去高速公路？啊，无，敢会过唔着边哦？敢有可能？迄条路是太路细条了呀。这条狗可能去拄着，敢会当拄着高速公路？咱进前去，迄是做五条的啊，啊无经过细条路啊，啊无敢唔着边，哦可能阁唔着边。啊，拢无看路牌啊吼。台中交流道，台中交流道还佫加一个龙泉的，龙井的，伊台中交流道三个呢啊，台中龙井交流道。哎，还佫十九公里，哪有可能？咱毋着去山高。咱
顶边。就是只是条的路，这条路哪有遐长？嘿啊！啊，我们真正伫后壁边，唔过伊叫咱右转的啊。我拄都看到右转啊。头拄我是讲要，咱要直直经过到到细条路遐，叫咱右转啊。啊，无敢真正，啊，不过遐是写大雅，还是写山高？叫人去山高，大雅那是山高。伊写大雅啊，然后写山高山。大雅无可能山高，大雅就是一高啊。啊，无为什么会写山？山高峰。还佫十九公里呢。是啊，你遐远哦。啊。啊是山高吗？你讲一高啊，你还讲一高呢？请继续执行。一高是台中市内啊。请继续执行。工作袂记几段吼，咱迄阵都袂记讲，迄阵上交流道是几段？嘿啊，才三段哦嘞，我记第四段对个嘞。前方测速照相速限60公里。才二段，拄好才一段对无？安第四段嘞，我记第四段，咱达到四段。我听，哎，这下够大呀，右转的对无？有啊，台中交流道啊。直行 啊, 啊，对啊，啊就对啊，你看，台中交流道直行一高啊，对啊，啊这嘛搁写大呀，对啊，大也是右转啊，哦，安尼对啊，对啊，那差袂比较近，搁第四段，唔是都行路，只有咱今年都爬起来啊，顶边都爬起来了呀，一高三高拢伫遮，龙井伫啊，对啊，哎、啊，龙井嘛是山啊，龙井是，你看，啊对啊，龙三高是龙井高哩，都龙井。啊！伊这台中是还佫加着龙井啊，加着龙井交流道啊，台中的伊到还佫加，你袂记伊拢落落牌拢安写啊。头先是大雅啊，台中大雅啊，佫落台中山立啊、沙鹿啊，啊佫来只台中迄落啊。佫一台，头前佫一台嘞。汉口路，汉口路一个，这里红甲大学里边，红甲 A 四啊，对，里边，唔是那个啊，搜寻红甲 A 四看嘛，看里边靠几公里。像迄栋体验馆有无？头前慢慢去啊。对不？头顶嘛无，伊嘛无去了看。对，边仔底三角窗嘛无去啊。较无就拢规拢去了，无哪可能讲迄大楼无较少，对不？后壁佫条巷仔就无去啊。哪有去？无可能佫搭安尼啊。你看，你有线架无？你有线？无啦，我着线啦，你着免惊啦。我拢看，我拢有咧。啊，迄是要，你已经瓦架甲这边安尼。迄伊已经，伊就是要切入来，才会使较瓦来，准备要切入来这线。茫干那看，是伊看，啊，这路你看都拢麻麻，有看你看麻麻咧啊，有无？都拢麻麻咧，你当然伫我无出草线就好啊。你坐伫遐看，拢嘛足瓦的。你啊，架我这边看就袂瓦瓦。台湾大道这座才有呢，你简单走台湾大道尔呢，别个无咧走呢，公车。还无少几公里吼，三十四公里。
文心路，咱拄好过行过文心路啊。文心路敢即些？拄好行到毋是即些啊？咱个变是乌伊有弯啦，有转弯啦。文心路就有这呐，你看我坐这这大长啊，叫也较水啦，做较水啦，车站的。佫行去到遐几啊公里了呢，遮已经三段遐一段，拄遐一段对无？二段一段你头拄有在翕着？应该拄啊，迄五款迄才对哦。啊？应该拄啊，迄叫咱往五款才对。咱毋是顶五款对无？啊，爱去行快速道路嘛，对无？吓，爱过爬倒去啊。哈，啊，咱拄啊真正爱往五款才对。较近哦。嗯。咱头拄啊啦，啊，即摆都行来到遮当然咩？我是讲咱拄啊。叫咱往五款正嘛对无？啊，咱是毋是顶五款落来？是毋是爱往五款？佫行倒转去啊？啊，拄啊。较近哦。对无？啊，才较远哦。嘿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毋过感觉易交呢。啊。感觉易交呢。遐路牌还佫有写，佫有人教。嘿，感觉易交呢。啊，你顶日落来踅踅，毋是感觉佫行一条屁的啊？对无？伫咱搭到白旗的啊？同阮迄个交流道啊，对无？同阮咱落来迄个交流道啊，因即过着透龙井啊，对无？啊，交流道落来着要透龙井，着爱对才落来啊。同阮迄个也写龙井啊。这些条你拢会惊，我拢知道，我倒一边会爽。莫我这一边会爽，你就袂惊。风车大蛇有哦，摕一点尔，你有看无？这撑出去，哎！哇，拄仔路牌还无看呢。嗯。台湾迄条高速公路无看。还袂到嘞啊！都一条路爬去的啊，都唔免去挖啦。咱进前来都唔免去挖，就这条路直爬去哇。对着看，真系靓。啊，顶边迄阵才来嘞，要去去大了迄界啊，才来嘞啊。啊，是安那倒我共占这线，倒我占到这线来。好啦，哦，你讲的讲迄条通联哦。我来讲，这个就算来，较讲啊。哦，这个袂使吼，我第一两个讲的。我两线嘞啦，有啦，两线。哦，两线。较短尔，会较短尔，啊，车侪啦。西屯。西屯敢毋是西区吗？应该是啊。应该是。对啊，较早的名是西屯啊。是。啊，这么新名在西区啊。啊，你顶日去敢拄好公园？今日去咁拄好公园，啊，拄顶天去的迄哦，台中公园迄哦，嘿啊，啥物？咁拄好公园就一只角啊，迄反正断大楼就死啊，一只角啊安尼啊，对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嗯。新光山嘛，这你无看？这较正港的咯，对啊，这市中心啦，哇，人啊多。即敢若公共客咧，星光山个，迄个敢若公共客，无迄两排包包个学生啊，啥有无拢有啊？你有看？上班族，你看全学生啊，你有看？都有上班族。嘿啊，公摆公是要来上班个啊，时间到咯，十点啊，对无？即马差不多十点嘛。十点五十，十点十一点嘛。对啊，搁650公尺哦。嗯。要转哦。有一点点安尼啊。啊，即顺即条路行，伊即即。都无我别条路啦，就是行这条路就到啊，透啊高速公路啊。迄个共阮迄个台中龙井迄个爬起的啊，我正正来甲你讲着台中龙井，共阮咱落来迄个啦。
方测速照相速限60公里。内林路禁止左转。行驶400公尺后，进入右侧车道，然后保持右侧前往台湾大道三段平面道。啊，夹平面道，那不是啊，那不快。平面道对对，一高平面道。苗栗嘿，保持右侧至台湾大道三段平面道，前往苗栗。啊，对吧？这条在。啊，往彰化啦吼，这条北上，那条往彰化。对啊，往高速公路，伊个头发毛线。这条在是北上啊。往只大石屋哦，直接过去领啊。停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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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了，这人足多，才好看。车头呢？这才是车头呢。这是车头。对啊，安尼迄边迄间迄嘛不是算车头呢，这才是车头。对啊，遐哦。车头唔只有足多奥多麦，这拢来咧坐火车呀。嗯，坐火车去上班。对啊。我台中市政府拢伫遮啊。嗯。安尼这边遐，拄仔你看迄栋，还佫唔是算车头。这才是中心。啊，这是中心，这才是中心。啊，有只大车伫过，无啦，无啦。啊，这都唔咧坐迄个空军机号，咧坐游览车啦。哦。哦，啊，伊若要来坐阿罗汉，直接到遮呢。台东伊是拢坐阿罗汉嘛。啊，若总共咧坐高铁，高铁嘛离遮远啊。高铁嘛离遮远个咧啊。啊，坐台中车头嘛，坐迄车嘛离遮远个啊。高铁伊若有车来遮是袂遐紧得啊。有公车哦，应该有啦。啊，若无就叫客啦，这就叫客就好啊，吼。叫客就好啊。唔知有哪爱，唔知有哪爱，我都爱来哦。啊，伊若卖做做远，做我都闹耗啦，都无咧用啊，对。200公尺后，进入左侧第二个车道，左侧哦、然后保持左侧前往台湾大道四段快车道。哦，对，然后一高哦，哦，得行一高了，卖保持左侧前往台湾大道四段快车道。对啊，气势，咱来行一条啊，对哦，对啊，对啊。行驶200公尺后，进入右侧车道，然后保持右侧前往国道一号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啦，得行是南啊，右转是北啦。保持右侧至国道一号，前往台中交流道。对，这个都要洗头啊，去啊！那敢那无啥行嘞？妈，那不是迄个嘞，不是顶面那迄个嘞？咱顶面迄个使点，啊，无啦，迄个顶面，咱那是对迄个接骨下出来的，不是，咱记得斜坡，路尾斜坡，底平面，底平挖起来无，不是咱这边过来无同，所以我讲往东，我记唔到。咱唔对咧，你个台中市内，就看像咱即个顶三栋人去接过来，讲无共方向你个，咱顶面是李平你个，李平过来唔对系王东对无？我个记唔着平去。198公里。继续行驶于国道一号。安尼拄好走10公里呢，拄好伫市内是10公里呢，顶遐来啊。我唔啦哦，拄我才178呢哦，20公里哦。对啊。哦，拄我伫遐写20公里呢。哎呀，我就讲，哎。从遐来到遐，来到无人啊，就拄我伫写了啊吼。即马几点？十点啊。11点。哎呀，过两分11点。我等到厝12点外，2点钟呢。对啊。要1点咯。等坐才吃，拄即要伫第一只阁想，想早吼。拄好厝食嘛，快紧。拄好厝才吃就好啊。拄好厝，我要吃
小火锅。啊，你爱加油无？啊？你爱加油？我要来这加嘞啊，一半啊。到看走到到，即摆在市区，我走到到个，你就要加。交流道这就要加动车嘞，到时就要动车嘞。哎呀，那动车是安怎？你敢那要出去的？出口，嘿，出口动的。蛮强哦！你龙井交流道啊，我龙井就对，咱咧去啊，你无甲看啥物啥物交流道，无车吼，出来带下了龙井啊。哦。你个无唔对啊，第迄个啊，啊咧顶边是第一边过来爬起来，所以往东啦，嘿啦。咱是即摆是这边面来，你前无咱即摆是这边面过来，无共方向，因为这个交流道对。像咱参东城记要接过来，同款无共方向过啊，安尼。东江唔是干来搞就撞，搞就搞，我撞来搞车。对啊，这撞真人嘞，那个大台车有够侪。唔是搞就撞，有两车都侪嘞。大塞车咯，那北上拄啊好无车，这几时无人要北上咯，吼。很少，有人过七台，有两车咯。较侪啊，吼。台中要去北上七台较少咯。啊，那伫高雄来，即马嘛贵咯。对哦，十点、十一点咯，已经过台中咯啊。啊，车嘛真侪啦。像屏东真侪啦。满哦，刚刚满，来到才刚满。大雅阁飞起来，刚刚满。前方测速照相速限110公里。我同款啊，桥都唔免打，靠头桥都唔免打，你迄较严重才来打。我靠头唔是叫入一个嘛，唔免打。前方请保持车距。主要想要甲借个较满嘞，咁借个满，看走会到，是不是？万一满出来，较无好啊。
公里的，还够公里。哦，好动动倒转来，甲中路同款啊。回堵了。嗯，伊人的速度就降慢落来啊，伊就要闪过闪过啊，啊，落速度就降慢落来，降慢就车若坐着，就拢塞塞起来啊，较倒转来。伊落马路未透啊，马路车车辆侪未透啊，出口也未透啦，迄车辆出去太侪，咱路啊你无看，出去太侪。站家啊！我进啊！哦，到了，这个站要到了，清水啊！啊，就啊，才十一点尔嘞啊！点尔，还是车啊，落来迄落车头，落来迄落交流道啦，加油！先到这。好啊，较慢嘞，脚较大嘞。好。情况就是这样，较小嘛。你要放假就晒呢。关西啦，关西加油食饭啦，对无？上拄好啊啦，免搁去过多交流道啦。到关西就有够啊，咱会当走到走到八德嘞啊，所以到关西就好啊。关西咧食饭搁加油啦，会较顺路啦。一定爱加啊，我先我都走到台北，你到交流道嘛不一定有食饭的物件，爱找啊。会啊，我爱食足饭。会啊，我都爱食。前方请保持车距。
还有钱无咧？你明仔再加一千个咧？明仔加一千咯。对啊。早去抓你啊！吼，搁做工早去抓你啊！对啊。应该没有。我顶下看唔是剩七百几尔，即个阿里还要搁来南，要搁来行，搁做工时还搁加咯。应该也唔免。还唔免咯？落来到这搁再等下一两百呢呢。应该也唔免。你家己穿就用偌久啊？你行咧行，搁做工行南部两届就无啊？你偌久？两三届就无咯？你偌久啊？你就爱三届啊？对啊。啊，咱顶届也无行，咱就当现在呢。